接下来的那个每一个环节的演出啊，要准备好的力量。马上，第三位呢，就是我们的五琼区的编号三号的，掌声欢迎。评审好，各位观众好。现在呢，我想用一段歌曲来介绍一下我自己。还有准备哦。我爱爱着，不怕不守着，皮肤又陪着，眼睛笑笑着，这就是我频道上的我。彭永富今年19岁，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展现我的才艺给大家，请大家多多支持我，敬请期待我接下来的表演。记得哦，三号，谢谢。有特别到，有特别到的自我介绍，还是第一位参赛者呢，用歌曲啊来自我介绍的啊。